我是 Michael Lau， 来自香港的艺术家。很多人认识的就是做 figure 啦，但是就很多层面的创作我都做的。基本上整个系列就是讲 sample 的开始、中间和结果，里面的中间发生的一些过程、有趣的意外、都记录在整个 collection 里面。另一点角度呢，你发觉这些创作挺有值得欣赏的价值，所以就将这一种有趣的过程放在 collection 里面。